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对自己太失望了。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我要下定决心，不要反反复复，结果又犯贱，减个肥还反弹呢，何况是犯个贱呢？不过你放心啊，反复绝对不是重复，希望就是在一次一次的犯贱当中毁灭的，懂？嗯。那当年大圣多风光，是不是？为了静静，啪啪啪啪跟人打仗。开，我没提开。魏医生，工地上摔下来一个小孩，体内插进去四根钢筋，有一根划破了心脏。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出远门，系上一条亲人为他编的红绳。不管多远的路都不会迷路。聂总，他那个脾气性格跟熟人都不好意思开口，何况是跟陌生人借钱。萍萍住院的那个费用都是他老板主动把钱借给他的。我治好了。对不起聂医生，我丈夫工作太忙了过不来，签字我一个人可以吗？什么工作比孩子动手术更重要？他们跟这个项目是有拿回扣的。如果这么瞎搞，干脆这项目就停了，手术我也不做了。昨天晚上，聂医生，我非常感激您一直推进这个项目。对于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手术给做了。什么不能退？为什么不能退？买什么不能退？你手术也能退，什么都能退。我儿子又不是玩具。轻点，你轻点好吧。我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我是孩子的爸爸，人家说了是父母签字。那我是他爸呀、啊，我没签字，你怎么就签呢？我就想问你，哎，孙平的医生念什么？对，你给我走吧。不是我先动的手，现在不说打架的事儿。他们现在这个手术就是一个高危手术，而且就是很正常，他们跟这个项目是有拿回扣的。那么我孩子不是命吗？什么拿回扣啊？啊，你别瞎说行不行啊？有什么说什么，这个手术我们讨论了很久，是正规手术，什么拿回扣不拿回扣的。那怎么你是不是当妈的，我是不是他爹呢？你还帮着他们说话。如果这么瞎搞，干脆这项目就停了，手术我也不做。方主任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明天手术还是继续做吧。我没准备好。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求你一件事儿，行吗？去跟聂医生道个歉，他答应我，一定能治好萍萍。就给人道个歉。对不起啊，你看你这个
宁医生，对不起啊，我给你赔个礼道歉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。我求你能给我们家平平做手术。你能原谅我吗？起来。治不好平平，我弄死你。什么？求求你，好不好？
我来是想和你谈个事。你先等会儿。我想让你和谭晶离婚。谭晶怎么想？问题不在他那儿，在你。我就问你，你怎么想？我怎么想啊？那离吧，反正这日子也就没法往下过了。你打算出多少？你要多少？500万呢。你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。你叫我们没有办法谈下去。那就别谈了。你来跟我谈交易，我开价了，你出不起啊。您等会儿，我再问一句啊，你要是想让谭静过好日子呢，我不拦着。如果我能离，你能娶她吗？你要是想让谭静过好日子呢，我不拦着。如果我能离，你能娶她吗？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无赖？他是谭静的丈夫。平平，他是我儿子。回去问你父亲吧，顺便问问他，我爸爸是怎么死的。自己做过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？没有啊，我记得。我记得你拿了我的钱，而且还解决了不少问题。你现在还跟我掰扯这些，你无不无聊？你们俩都是自作自受。我警告你，你要再让我知道你靠近我儿子，我就报警。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能跟我说一下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谭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要是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，你就不用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过成什么样了？嫁给那个姓孙的。我们回不去了。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成人儿女的事实。别着急拒绝我嘛，我没别的意思，这不算什么。我不要你的补偿。或许我们可以试试。笑什么？你们两个受委屈的样子都是一模一样的。我来是为了谢谢你。谢什么？答应我的事情，你做到了。